哎，我们到饭店门口了。这里不是饭店，这里是餐厅，餐厅门口。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入场了。门口看起来还蛮豪华的。哇！不要走错边了。哦，哦，你换装嘞，好漂亮啊！哎，是。胸怎么样？哎，这样超没有礼貌。这个奇怪人，拍一下奇怪人。你们到时候会出现呢、啊？等一下，然后我就跟着小霞跟小景过去就好了。入场了。哇，这个裙子也太长了吧！你才新娘哦你。嗨。哎，嗨，我在录影。到时候叫小霞开影片给你看。嘿、啊。哎、hey, ，姐姐，哈哈哈哈！哇，你已经开始在忙了、欸。哇！哇！这也太美了吧！这是那个新郎的姐姐，姐潇洒不？然后这是等一下会上场的司仪，应该是主持人啊，不是司仪，应该叫主持人。我们的新人，还有我们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同一场的大家长林环光牧师为我们祝福跟感谢祷告。那我们就先来测试看看他们默契如何。好，第一题，有没有他们两位？有没有吗？好，第一题，请问你们两个谁比较浪漫？一二三。哎，那边有两个哦，都听啦。好，第二题，是谁先说我爱你的？一二三，好，放下放下。来，第三题，好，今天应该有看到吧？谁接我技巧不好？一二三，好，第四题，好，第四题，好。谁先说想结婚的？一二三，好，第二题，关于结婚，谁比较紧张？一二三，谁不重要了？好，第六题，谁比较会煮饭？一二三，很棒。来，第二题，大家都是谁会帮忙洗碗？一二三，好，来，你确定哈？好，你要来考完题了哈。来，第八题，吵架后都是谁第一个道歉？一二三，很好，不管第一题、二题、三题都是这样，很好。第九题，交往初期谁主动？谁会比较主动？一二三，好，放下放下。来，第十题，谁记忆力比较差？一二三，有功夫。来，再来第十一题，谁比较爱干净？以后家是他是主妇的。一二三，很好。第十二题，谁比较想要赶快生小孩？一二三。好，再来第十三题，以后生小孩希望长得比较像谁？一二三，好，再来第十五题，谁永远都是对的？一二三，好，最后一题，谁以后在这个婚姻的道路上想要幸福快乐的？一二三，非常有默契。那我们就让我们的新郎跟新娘，好好的穿新衣服。他们在发礼物，然后我跟着来拍一下发礼物的情况。请问这么大的也可以拿吗？可以啊。成双成对吗？哈哈哈哈。好，不要抢了。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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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待好久。大家好，对啊，他一直在等你来。谢谢。有我的吗？有吃吗？有我的吗？那这边，没有啊。谢谢。什么？我突然怎么了？没有了。好，我们要整理，好。谢谢。你要没啦？你要没？刘工啊，刚有吃来啊？啊，吃了。我还是认识那种奇奇怪怪的。你怎么认识奇怪的朋友？奇怪好不好？好像我认识。不要！不要！不好意思，收敛一点，冷静，收敛一点。OK 啊，你看下装，好不好？谢谢。好，你今天。谢谢。好，拜拜。好，九度也掉了。九度也掉了，注意安全，好不好？注意安全，好不好？注意安全，好吧？谢谢。谢谢。阿萨。不要乱摸我，能疯？你在直播是不是？因为我在录音。拜拜。好，拜拜。